坐在轮椅上打网球，其他的规则、球拍大致相同啊，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球可以落地两次，球落地两次来打是合法的。第二，以前网球只有在电视上看过，我还以为网球它的计分比较复杂，以前看电视都还看不懂。在这里可以晒太阳，可以运动，可以。